我叫乔丽啊，我今年26岁，现在在武汉湖北大学读博士研究生。哇哦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乌克兰，我没说吗？我没有说什么啊，我来自乌克兰。我光看你了，我没有听见你。我也挺喜欢你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怕一会儿主持不好。没事，我帮你的。来，今天我们看看湖北大学的博士生啊，乌克兰的姑娘，她能给我们出什么样的灯谜？出什么样的灯谜？这是一，比我的会差多少？但是这样呢，是因为我的音调有点不准，是不是？没，大家有时候听不懂。你可以先试一试，如果不对，我们帮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漫天鹅毛鸟舞踪。受邀又去犹相逢，佳人长眠而有情。念得非常非常棒，非常棒。谢谢。这是猜一个一句话，三句话。这是猜第四句。这是三个字，但是一句话。每一句话对应一个字。对啊。漫天鹅毛鸟无踪，鹅毛鸟没有我。第二个是受邀又去有相逢，这是什么？猜猜啊，这个是爱。对，这是维尼尔准备的啊。繁体字的爱啊。爱。那最后一个是佳人缠绵而有情。我谢谢啊。所以其实我你从乌克兰大老远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三个字？大哥，你想多了，还早，你别着急好吗？我想多了。对，别着急，还有时间慢慢互相了解好吗？好。那你这我爱你三个字究竟表达的是什么含义？其实我在中国现在已经待了4年多，我觉得中国人是特别的热情，对所有的外国朋友。我明白了。所以我想对大家说，我爱你们。哇，谢谢。是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中国人说的我爱你。对呀、没错。今天来我们这儿呢，你还有什么才艺吗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啊？对的，其实我今天不是今天，是从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我一直背词儿，因为我特别喜欢一首歌。但是那首歌是一定要和你一起合唱。来，你说哪首歌？那首歌叫今天你要嫁给我还是我要嫁给你，这看情况吧。我愿意，不是，我愿意和你唱这首歌，就是蔡依林和陶喆的那首歌，对吧？对。好嘞，来，充满深情。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，每一首情歌突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和气寒，这熟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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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miss you。 忘了忘词了，他好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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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我能发出一份邀请吗？早说呀！如果你还单身吗？我女儿单身。如果要嫁，玩不下去啊！你们，我代表中国朋友发出一份邀请，要嫁嫁给我们中国朋友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愿意。现场有单身的男士吗？举手。现场单身的。我喜欢那个小朋友，超级可爱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，乔丽娅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。使劲的总会发亮。
是说错了。很好很好。他说什么？是金的总会发亮啊，异曲同工。很好，我觉得效果很好。来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没有一点的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好听啊。可是你没有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引起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生命。